В тази машина пак е 3 метра на 2,50, обаче тук вече е инсталиран лазера. Секунда, ще се оправяме сега с технологията. Това е трейдо от лазера. Така изглежда машината. Виж, има джига тази, дължи джига... Huawei, да дай. Я ю, модель, 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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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瓦的话可能六米差不多应该也就六十万六场对吧我有一个朋友但是在江苏但是我的合作伙伴然后他们是身上这种禁药这个 四五十万差不多，四五十万，对，咱们是身上这个蒸馏的设备，我们这个不锈钢的，然后他们工厂好像是有这种吸管器，很大的，比这个还大，好像是，因为蒸馏一千八百万吧，对，但是他们功率应该是高功率，高功率，对，而且像他们这种大的，他们一般是加一个那种上料。 就是那个板啊，用那个机器手把它给吸上去，对，那个东西也很是。他们工厂对，他这次工匠应该是五百工人啊左右吧，很大。你说哪个是这个高功率的？是在展厅里头那边。行，这是 OEM， 就是为 客户 定制的颜色，有的是要求它的颜色。 颜色应该不一样，其他是都一样。对，哎，如果你加这个Y叫什么Y宝，就是这个颜色。不，这个Y是单品牌的基础上加一个包围。对，再保卫一下，保卫的。如果加这个保卫是多少？得加3万差不多。3万块钱是吧？应该是3万多，我记得。看一下这台机，因为单加包围，它好像没有那个交换平台，只有一台。 Там不动，那是这个是用的台吗？啊，这是琉璃麦刀。咱们实验室是这个在Europa。那就是单平台的代工。您刚才看的这些后面都有交换平台，只有这个是一个平台的。啊。但是从侧面看的，咱们实验室不动呢，那是什么？是metal core。这个上板的时候是把这两扇门给拉开，挺好，挺方便的，我这。 这比别的好坏一点，稍微高档一点。后面这个门也。你咋出去摸的是不对？行。 英文的说明。这个是12000瓦，是12000瓦。15000瓦。但是今天还没开机。5.9kW，not 970kW，not 970kW。这厚度能切多少？他们之前切过70，我给你看看照片。今天应该是。 7cm。之前吃过70，也是这个年纪。